现在早上6:51，我觉得我要赶快开始开工了，不然大概会被太阳晒成干。然后我要先去吃早餐，耶！这里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小镇。然后我现在腿酸酸的，肩膀也酸酸的，不过没关系，今天先骑2公里到台东。2公里不是啊，2小时。好，加油！3天开工，单车环岛3天的行程从金轮出发，沿着南回公路经过太麻里、芝本，预计中午前抵达台东市区休息避暑。中午和住在台东的友人相约见面，傍晚比较不热了再出发。要骑经过鹿野、关山，最后到台东池上过夜一晚，一共近90公里的路程，加上7月超级炎热的天气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耐热训练。不过热归热，花东的风景跟空气真的很值得用单车的方式旅行。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。真的热。照片比一个三，耶，一个赞。好，环岛1号线标志太麻里站12公里，现在早上7:38。其实我现在鞋子几乎还是全湿的，不舒服，但没关系，应该一下就晒干了。哇，这个桥超漂亮的。我现在脚好像没有很有力，等一下想办法喝个沙龙 pass 还是怎样。超美的海边，幸好我昨天没有杀来台东，我根本不肯骑到台东，超远的，我可能会直接在路边哭出来，然后直接睡在路边迫降。所以是不是其实我在做效果，根本没那么喘。脚超酸。哦，使尽了洪荒之力。庙，谢愿天公天上圣歌，
竟然有天上圣歌，我还以为只有天上圣母。而且为什么是天上圣歌，不是天上圣父啊？是因为这样就胜负吗？输赢就不能这样子？然后我不知道，自己乱讲。到加油站，我也好想要加油就有油，但我可以自己帮自己加油，加油加油，耶！好笑。在马里乡的四家金针花喵喵，好嘞。在新知本大桥上，小时候玩大富翁都有知本。听说在很直很长的桥上可以飙车骑很快，飙车我没有办法飙车，我超累。飙车，好，飙五秒，休十秒，三天捕鱼，两天晒网，就是在讲我。我发现我干话其实也蛮多的，但我平常其实如果没人跟我聊天的话，很安静。最大问题是我屁股摩擦到那个车库烧裆痛吗？就我第一天其实就磨到了，可是第一天到那边实在是有点太，也就有点偏僻，然后又下大雨，我就没有去买凡士林。后来昨天背包客栈的老板娘她是有在做那种药膏什么的，我就跟她买了一罐，然后就涂了一大堆在我屁股上，但问题解决了，所以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它，好不好？处理它，面对它，不对，面对它，处理它，解决它，放下它。哇，心灵鸡汤的环岛之旅。好，但我希望不要遇到问题。好热哦，现在台东大学，真的热。台东大学感觉超漂亮的，然后这边公车停，这可爱的小东东。我需要喝水，加油加油，雨衣加油。哇，一家人看起来应该也是在环岛吧，超级可爱的，看到感觉心情都好了，突然觉得很感动，我真的快到了，剩八公里到台东。虫虫差点飞到嘴巴，漂亮的丰原国小，超美的，我刚才以为是民宿还是游客中心之类的，突然发现我头发还是干的，耶、yeah, 今天会是漂亮的一天。刚刚经过的是知本校区，现在这个是台东大学，可能是市区校区吧。我等下就可以在台东晃一晃，台东啊，什么台中啊，语文次小姐是不是？现在只要有任何一个陡坡，就觉得，脚胶都断掉了。现在到台东的这个铁花村了，耶、yeah, ！每次来台东都一定会来铁花村。不过我其实有点想要买一套衣服，因为衣服穿七天有点多，目前穿第二天，再看看。好好笑，我发现我根本太早来台东了，现在九点半，然后很多店都还没开，一家。在这边，现在随便找冷气的地方都好。Thank you.
一个盖一页，另外一个妈妈帮小孩盖章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好，耶，完美了。因为我们给客人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味道，对，没有说一定是这个。现在在台东的东东市，刚搭完车，现在很不愿意骑上摩托，骑上脚踏车。我在讲什么？好，要出发了，耶、yeah, ！加油！感谢我的补给好朋友。对，好，拜拜，又要上路了，往池上。拜托，一定要顺利抵达，希望七点可以到。超热，44公里，应该6点半可以到吧？很棒，越来越不热。而且我刚刚喷超多那个防晒，因为那防晒喷上去凉凉的，真的有点降温。现在下午4点，好热，很好，洗一澡。反正这几天我会靠冰过吃完冰之后，感觉直接满血复活，但感觉不能很常这样，身体真的会坏掉。停车，下滑，冰也真的太爽了。现在4点半，不知道是不是刚刚一下子吃太冰，现在觉得我的右边侧腹有点痛。好，我等一下要喝水，我是一个。每次只要运动不舒服，就觉得我要喝水的人，臭直男，多喝热水，我就是臭直男。觉得侧腹的痛，我要休息一下。顺便看一下风景。环岛第三天，我的 Sound Pass 就快被我用完了，但我本来在带出门之前就有用一些了，结果我喷最多的地方是我的肩膀。一直维持这样子痛痛的，整顿一下，好，没那么痛了。喝了水，继续努力。1小时44分 ，Google 说的，6点半可以到。这里超美，关山镇农会欢迎您到关山啊！所以快到池上了。旁边的山很漂亮嘛，然后我就一直想要跟山合照，但我没有带脚架，我手机可以就是自己立起来这样子。然后因为现在我大概每半个小时吧，就有点不舒服，就应该说我肚子就一直有点痛，所以我大概每半个小时就休一次。我刚刚就趁休息的时候跟山还有脚踏车拍了一张自拍，觉得拍得很好，没想到我不舒服还可以拍这么好，我真是佩服我自己。现在5点，哦，还是有点小不舒服，所以短短的就休息一下。好，站着休息一下，觉得又好一点。对，我骑超慢，好累。累，可能是我这几天觉得比较不舒服的一次，就侧腹挺痛的，肩膀也酸，不过只有右边酸。好，其实剩一点点，20几公里。今天一定要
329公里处。乐极生悲嘛，吃冰的当下超爽，然后吃完那个不舒服，但其实不一定是因为冰啊。当心脚踏车，当心我自己。6点骑起来超舒服，这几天应该都要晚上骑。6公里池上，池上，我吃便当。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要到池上了，还是因为我饿了，我感觉一直闻到米的香味。好，可能是我饿了。看看前面是一个斜坡，所以我决定休息一下。取左。天哪！到路边，到这种我都超怕的，超怕。用到起那个小石头，超饿。通过这个弯道下去，就池上，池上大桥到了。这里有慢车道，所以感觉我可以骑得安心一点。6:30。刚好的时间，刚好吃饭睡觉，觉得今天的自己也超棒。我到池上哎，从高雄到池上，天啊，超厉害！明天也会继续加油。我决定放弃什么金城武术了，我太饿了，我要先去吃饭。金城武术还要1公里，吃饭比较重要，吃饭皇帝大，吃到头发。好，吃饭去，我已经订好民宿了，耶、yeah! ！而且这次我直接打电话去，所以省50块。好，补充能量。以为超近就好远哦，找个餐厅。好，觉得眼睛有点痛。今天的背包客栈感觉也超级赞，都是很温馨的小房间。然后现在要去洗澡了，然后拔牙，累累的，腰很酸。